好，我们今天呢开始第94啊，94位啊，这叫做松子。后面呢会跟诸位介绍蜜蜡，那蜜蜡跟松子又不太一样，同样的东西啊，因为松树上面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啊。这个松树呢，从树皮旁边的裂缝里面露出来的那个油脂，好，油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松子。那如果说这是横木上面啊，这个结的就油脂很大，通通掉到地上，掉到土里面一埋，好几百年，好几千年，那就是啊琥珀哦，那是再浓一点，就是所谓蜜，要跟你说蜜蜡也是这样子好来的，颜色比较浓一点。好，那这个过去呢，这个采药的师傅，好，在山里面走。那个店面山区啊，四川很多这个松树啊，那我们的茯苓是不是在松树下面？对，要去采茯苓啊，啊，松树上面只要你怎么知道哪一棵松树下根下面有茯苓？你不会几千万个，你每个都去泡一下，有没有那么笨的？对，可是那个采药人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个树下哪一个根哪边有松，哪边有茯苓，他挖下去就种，他绝对不会错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个动物叫山猪。这个山猪呢，只要有茯苓，它闻到茯苓味道，它就很难忍，欲望难忍，就啃，啃那个树根，把那个树皮挖起来，根又很深啊，它挖不到，它就放弃走了。那是不是老天爷都弄好的？然后那个猎人只要一看采药的时候，一看那个被山猪啊挖过，一挖下去，下面再深一点就是茯苓了。啊，就好像犀牛，对不对？犀牛是因为森林里面只要有一点火灾，它就过来要把火灭掉。他天生的，他不灭的，他就是那个很难忍，欲望难忍，对，难耐，他就要把它灭掉。好，犀牛脚灭火的哈，啊，诸如此类。我们有些自然界的东西很好玩。好，那我家后院就有山猪，啊，可以看到山猪，这样一大小带了小大山猪，带了小山猪过去，还瞪我嘞，然后怪我说你怎么坐到我的地上？好，我们两个还好，我们那个很好玩那边。好，那如果看到山猪在松树上面啃过的，都有茯苓。好，茯苓，所以松树本身带了很多的中药在里面。好，那它的味道呢是苦温。好，那这个苦的苦味，它性是温性的药。好，那这个松树呢，松子我们拿来杀虫，好，肚子里面有蛔虫、寄生虫，还有去那个风寒湿，好，松子啊寒湿，因为甘味的、甜味的东西都能够生肌。肌肉壮起来，啊，生肌。好，那这个那松里面呢有松子，好，这个松子，啊，松子。那松子呢也是祛风滋润的好强壮的药，这个松树都很好用。那松花，好，松花，那祛风镇静的药，好。那过去呢我们用松花来做那个皮蛋。好，松花皮蛋，你看看那皮蛋里面，那就是松花，好像松花的皮蛋，好，它是有祛风镇静的作用，好，能够治头眩脑肿，好，那松节呢，关节所有看起来像关节的，像牛膝，好，松的关节一样都是祛风止痛，好，力竭风，诸位看起来啊，力竭风关节止痛好像没什么，因为你没有这个痛，你不了解，那个痛起来真的是想把手剁掉啊，想把脚剁掉。好，那没有办法了，西药吃止痛药，吃痛风，吃膝关节的药，吃到后来肾脏功能没有了，就是洗肾。所以很多人台湾，很多人台湾是洗肾之岛嘛，有名的嘛，因为大家都全世界都知道，好，不单单是这个美国，那大家都是痛就吃这个类固醇啊，啊，吃止痛药，吃到后来就洗肾嘛，啊，洗肾大概5年啊10年就走掉。还有中医师自己去洗肾，吃错药，啊，诸如此类这种笑话也出来，啊。那你吃松节，我们有非常多的风湿关节的止痛药，有一剂之二剂乙的，我们经方里面用的时候，诸位，我在美国啊，这个是真的是痛的病人啊，那个关节的类风湿性关节的关节都变形了，下药下去给他就硬把它救回来。好，那当然病人痛得很痛，你没有痛你不知道，哇，那个痛去掉很感激啊。他说你美国人跟我怎么讲，他说你这个痛这个药给我吃下去好，
我那个痛能去掉。你跟我说，你如果今天跟我说那个那堆大便我吃的药痛会止掉，我都吃下去，你知道那个痛多了到什么程度？好，可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医呢，就在外面说，哎，美国人他不喜欢吃汤药，所以我们很少用汤药。那是因为你开的药没有效嘛，所以你开温病派的药没有效，温病派什么药，什么药对风湿关节有用？哦，没有效，我们经方就开出来，一下去病人就知道，怎么会没有效呢？好，还问我说，为什么你这药吃下去后，我的关没开始算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十五、二十分钟、一个小时，痛就开始慢慢减轻，慢慢减轻，一下一个小时就都没了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还为什么我是治你的病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我意思啊？这是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为什么啊？啊，夫妻两个结婚生小孩，为什么？这好啊，代表药有效嘛，对不对？代表药有效。嗯，那还有遇到病人呢，到后来痛没有办法治，就是开吗啡。我们中药都有啊，都有可以去痛的药。我们不单单是把它痛去掉，把它风湿治好，好都有。好，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是好东西。好，我们现在利用这个人机，我们把祖宗的好老祖宗的好多东西统统挖出来。好，那别录好也是一个本草里面，中子除了胃中服热以外，好，它这个它去胃对肠胃也很好。好，因为它是性温的，所以说温药本身是温性的药。好，温性的药，所以你如果是胃里面有燥热的话反而不好，服热还没关系，燥热的不好。好，那松子呢，好，治骨节风，诸位可以参考。我们真正在使用的时候，好，这些药像松树的这些药，好，什么松子啊，好，松子、松枝啊，还有这个松节，还没有我下面用的根茯苓来的多。好，所以诸位知道有这个功能就好了。平常我们经方家很少用到松子，好，但是陶弘景呢，他说松节可以酿酒来搅骨节痛，因为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些？难保哪天你飞机坐飞机失事掉到那个山区里面去，结果土人出来，你没关系，我教你们怎么治病，你就那边他们把你供为上宾，对不对？啊，做三大王，对。然后你知道松把那个松节采下来，一节一节的采下来，然后泡起来泡酒，哈、哦，泡酒诸如此类的，啊、哦，所以你还是要知道一些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不然迷在山途里迷失了怎么办？后悔当时没记，啊、哦，对啊，一定很后悔嘛，啊、哦，很后悔，啊、哦，那。所以他的一般燥热症，好，燥热的症状少用。好，诸位记得树脂类的东西，脂类的东西还有脂的，好，脂的还有树节这种，一般来说燥热的症，因为它的药是性温的，要温性的药物，所以有燥热症的话不要用。好，燥热症很简单判读，病人舌头伸出来看是白黄的，哦，舌苔很好，一直在那边喝水，你不用问就知道它是燥热症。那燥热症一般的肥胖的人比较容易燥热症。那脸上比较刺，比较红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时候即使他是哑巴，你就一看燥热就结束了，啊，不用开口就问他你口渴不渴啊什么哈，看就晓得了。好，那第95，好，95号呢，这个叫做槐实，啊，槐实，槐树呢，好，槐实。啊、哦，槐实，这槐树的果实到处都有槐实。那当我听到一个故事很难过，我不是讲过吗？我是五党之大，对不对？我的诊所里面，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民进党，好，我们是才几个中国人，还有三个老外，就是共和党、民主党，所以说五个党，啊，那共产党那个人跟我讲一句，哇，讲到我心里很难过。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开槐花在治疗，我们这是治疗痔疮很好的药。他说这个我吃过，我说你吃这干嘛？他文革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东西吃啊，哦，没有东西吃，那时候怎么办呢？好，哦，还大跃进的时候也没有东西吃。我那时候还小，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，那妈妈去槐树就采那个槐花，好，哦，炒当菜吃。好，哦，我真的很好，吃的里面都不会痔疮。啊，对啊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这没有人得痔疮，他们也不会痔疮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坐在那里嘛，都是动嘛，对不对？大革命每天都跑来跑去，在那个大跃进每天在，对不对？那么把那个家里面铁炉拿出去烧，他每天也动，也不会痔疮是你常年做，像计程车司机啊，你说长途惠国巴美国惠国巴士的司机都有痔疮。那么那槐实呢，我们可以熬膏，籽就是实就是种子的籽嘛，对不对？种子，任何的种子都有人在里面。哦，花生啊，什么都有人在里面。我们脖子人好，麻子人里面都有油，
哦，蓖麻子很多都油，只有人在里面，你一熬就可以熬成膏。那熬成膏的时候，像这种东西你可以外用，直接塞在肛门里面。那个塞进去的时候，哦，那个纸你把它塞到肛里面，那个尤其有内痔啊、外痔啊，塞下去好舒服啊，一塞下去那种消炎镇痛的功能就很好。好，你们是因为没有痛过痔疮，你不晓得啊。那痔疮痛起来坐立难安。好，那我们针灸呢，可以一看太大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针刺把它放血，吸点用火罐拔点血出来，放血痛就会消掉很多。这时候用怀膏、怀池的熬成的膏哈，塞进去放在门口，上了那个肛门的口都可以去治疗。好，但记得啊，有点 common sense， 戴个手套去放血哈。对啊，那晚上你太太骂死你哈，你就戴个手套去放血。好，那这个怀石是很有名的哈，那这个槐花和槐石都入药啊，那这个是到处都有这个槐树。好，那它味苦性平，没有毒哈，都凉血的。好，凡是能够凉血的，好都有消炎镇痛的功能。好，那个尤其痔疮，好，你这过去我们学一招半式走江湖，那有一个家族呢，就是他家是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传下来，我就是会治痔疮。那老祖宗一直在告诫说，我告诉你不要传给别人，你传给别人的话你就没饭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子孙永远记得这句话，我们永远不讲方子。那病人来啊，不管你什么内痔外痔，就拿槐石膏啊塞进去，哎，每个都很好啊，你看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就在卖，其实就是槐石膏。好，现在还有啊，一招半式走江湖，就是我什么都不治，就是治痔疮，专门痔疮。来，这个当然入药也可以，好，入药也可以，因为它的药性是寒凉的，好，所以上肝脏的热好干燥都可以使用，好，肝脏太燥，所以徐令台说他这个槐石呢，就是清湿火燎创伤，火烧到啊，里面有湿热症，通通可以使用槐石，好，槐石。那个过去我们说痔疮啊，是小肠那个湿热下注啊，湿热下注，所以它因为它是湿热的症，那槐石呢可以把这个湿热排掉啊，所以它外用内服通通可以哈。好，那你说如果熬成膏，你说老师那个塞肛门可不可以内服？当然可以内服啊，啊，本身没有毒，好，中药就是这样子，很好用啊，很好用。好，好，你看那个76页最后一行，就是下方那边，对不对？那个附录啊，这个槐石表就是槐石，你看味苦性寒，有没有？主一切热，一切散，一切结，一切火治，这专门治疗好这个痔疮。熬膏丸入古道，古道就是肛门啊，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学好要比较造诣比较好，说这个肛门多难听啦，古道好啊，还有这个日三易，就一天换三次。好，那妇人女人呢？好，胸部乳房的有硬块，好有破裂，通通可以使用。好，阴湿疮痒，好，这种呢，还有头晕船，好，通通可以内服，好，这个槐石，好，用途很多，好，这个第96味药呢，哦，是枸杞，啊，老师这个很多啦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枸杞啊，常常拿来炖鸡啊，炖好，出在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你看，好，有没有听过人家吃枸杞死掉的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中药就这样很好啊。好，它的枸杞这个树的籽呢，就是枸杞；它的树根呢，叫地骨皮。所以它的籽跟皮、地根，好，它的根两个都入药。好，地骨皮。那常常吃枸杞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你平常没事在诊所里面哈，不啊，那个在办公室里面，对不对？你们在诊所里面，你可以泡一些，好，拿两片好黄芪，对吧？好，几个枸杞在里面。当然你环境比较好一点，好泡一点红参。我诊所有上好的高丽参，但我都省给病人吃。好，那你可以泡一些甘草啊，啊黄芪这样子，然后枸杞，那喝，别人当茶喝，当茶喝的时候你身体。好，那个气会很旺，讲话就声音就很大。好，那平常枸杞呢，中药是因为它的颜色是红的，好，这个能够养肺。我们中医啊，治肺。好，心是红色的、赤色的，我们治疗心脏的时候，所有红色的药进来的时候，一定会去润肺，
一定会去认兑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木火土，中医在治疗心脏病的时候，我们在治疗心脏病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要去治精，所以把肺弄好，心脏就会好起来。就好像一个修车师傅，你引擎有问题，他先去查水箱，水箱就是肺，引擎就是心脏。这个枸杞呢，生津止渴，那个糖尿病的人消渴、口渴不止都可以吃，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它的红色的，它是淡味的红，不是它是厚味的红。如果味道很重，他知道它是入血分，红啊入血分。它是淡味的，淡味的红的时候它入气分，所以气分它就会进入肺脏，它是润肺的很好的药。那我们常常在讲话的人就吃吃枸杞啊，你不用拿起来当花生米丢进去，多硬啊啊，吃的牙齿断掉，泡起来吃，好泡在热水里面当茶泡，好泡起来吃。那你说我老说打枸杞粉啊什么都不要，就原枸杞丢下去，枸杞啊丢下去，枸杞啊你黄芪啊，好这种。那过去呢，我们枸杞一直在临床上，我会放在上面的东西很多，我把你们诸位删掉了，那个是乱讲，那个没有那种效果，他这边乱讲，因为我们看病不能讲错话，所以这个里面我都挑了真的有这种效果的我才拿来。他枸杞本身除了治肺气以外，他治虚劳明目，对眼睛很好。那老师，我前面你讲过了，决明子炒过以后泡茶，对不对？对眼睛好，那放点枸杞很好啊，你滋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给亲人吃。怀疑他有男朋友，你放点那个菟丝子，对，强筋他，但是他导阳。我要导阳很多种方法，我一定要教会诸位导阳，不然的话你不会知道怎么生阳啊。所以就好像我们要治病，你要把人救回来，你也知道怎么杀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是肩筋骨，好，长期吃的话，好美容养颜，让大家气色会非常的好。好，这个。那肾脏病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吃哈，这个随时可以补气的。好，过去我们常常炖鸡啊，好炖什么呢？放点枸杞在里面，好枸杞子。好，97页，这个薄石呢，97号，好这个药。好，我们平常写薄石，好啊，人家还会搞错，你写薄子仁啊，薄子仁，他的药方就知道了哈。比较通俗的名称，我们称为薄子仁，大家只要记得。任何的石，好石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石呢，都是种子嘛，哈，就都有人在里面，好，都有人在里面。那这是比薄子，平常我们叫薄子仁。那这个呢，常年服用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但是你如果有下利虚利的人，一天都跑了十几次，你再吃薄子仁，那跑了二三十次，对不对？那更麻烦。所以说有虚的人不要吃，好，有常常便秘的人。像如果说我们要开个方子，老师，我是你孩子，我又要漂亮，又有点便秘，啊，老师，你会给常常配个药，很好吃的，那个喝又很好喝的，我每天在上班了都可以喝，当然可以啊，啊，你这个人如果不炒过啊，真是难吃啊，好，油的东西是不是炒加过为了烤烧过以后是不是变香味，对不对？你猪肥猪肉，我叫你吃吃看，你一定吃不下，可是熬个油，猪油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薄子仁炒过，跟这个决明子。炒在一起，炒完以后很香，对不对？然后放点，这叫什么？这个枸杞，对不对？带在上班去吃，所以你加减很多。那你这个工作是昨天都不讲话看电脑的，你就不要加其他。你如果讲话讲很多，每天要演讲要讲，你就放了黄芪啊、甘草啊进去，要让自己气比较足一点，好、哦、都可以用。好、哦，当然你还有痰，老师我痰很多，我抽烟痰很多，有啊，我们后面有药，去老痰、顽痰、多顽固的痰都给你清出来，好、哦，都给你清掉。那这个柏树呢？好，跟松树、松柏，人家松柏常青嘛，哈，柏树就出去认一下，很好认。好，那台湾很多风景游览区，他就跟你说这是柏树，对吧？这是松树，你就看柏树就是那个就是柏，好，就是好，那到处都有啊。好，那柏叶呢？好，如果侧身的，我们叫侧柏叶，好，侧柏叶。这个柏树的叶子生下来好像针形一样哈，这样针形的，细细的针形的。那我们的，如果你生的一个叶子是这样子，它从那边硬挤一根出来，硬挤一根出来，硬挤一根出来，这就是侧柏叶。
那采药的师傅呢，就是这个硬脊椎把它采下来，叫侧柏叶，侧柏叶。好，那这个柏树的籽呢，松子叫那个果实的籽就是，好柏子仁。好，因为它是硬从这边长，那个树枝那个含叶子中硬长一根出来。你看那个动作，它那个很硬啊，那个树枝是针叶嘛，很硬，它硬生一根出来，它厉不厉害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就好了，我们就给它生发。头发很有名的长生发剂就是当归，哦，发为血之余嘛，哈，我们要补血，还有侧柏叶，啊，那侧柏叶当归呢？哦，我们汉唐三十四号里面就有当归侧柏叶生发，就是用利用侧柏叶的性，硬把你头发从旁边伸个出来，你那个发秃头秃掉，对，那个都没了，给你旁边硬给你长一根出来，所以你吃侧柏叶吃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一根头哦，好三四根在里面，侧柏叶。厉害，哦，那你说老师啊，我在家里何首乌，对不对？首乌啊，让头发变黑亮啊。哦，我们光是头发很多哈，待会都会讲到，我们可以让头发变得很漂亮，不用化学药物。哦，那根据最新的你们看的报道，那个染发剂有没有啊，都会致癌的。好，你去看，你仔细看都会致癌的。那你要看你要天然的还是要怎么样，随便你。哦，好，那柏子仁呢是滋润药药，主养心气，好润正燥。哦，这个平常可以吃没有关系。好，哦，那如果吃多了，我刚刚讲都会下痢，好，哦，都会下痢。好，哦，那因为它是滋补的药，所以说好，哦，这个没有那个剂量，好，哦，你平常一钱到三钱，好，哦，不用吃太多，好，哦，能够润肝，滋润肝。像我们的肝主筋，我们全身的筋呐，啊，好，哦，肝主筋，干燥的时候眼睛会跟着很干燥，肝开出来的眼睛，肝经呢落过我们的睾丸，落过我们的阴部。好，那肝主全身的筋，当你太燥的时候，啊，晚上也不好睡觉，眼睛也干燥，没有津液，都可以用柏子仁。柏子仁本身就润肝的，就好像这树木太干了，因为太久没有下雨了，你加一点水到土里面，树会吸收，那个水就是柏子仁。好，那个树木就是干燥。好。那他所以说真权就在说啦，治腰肾那个腰痛啊，肾冷啊，膀胱冷啊，哦，这个可以让水排小利小便啊，心阳道有没有，就是让好精子排出来很顺，哦，那中间呢，诸位看吴克俭也是近代的经方家哈，哦，那这个里面他讲的就比较多哈，哦，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健脾的药补脾的药呢。比较燥，唯有这个柏子仁呢补脾哈，比如它是气味是清香，好，所以说它跟别的补脾的药都不一样。那下面很多啦，好，诸位可以看一看，参考看看，好，参考看看。那以后，现在你看的时候，因为有些药你还没有学到，等到你学完道以后，你以后你学完《本草经》，你一看处方就知道它这个干嘛的，它为什么这些药去放在里面的，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药在放在里面，你不要去背它，你背起来的话你还是不会用，不会做加减嘛，所以药性一定要很了解。好，好，茯苓，张仲景也常用柏子仁，好，也用柏子仁，经方里面有柏子仁。这个茯苓呢，外面是黑的，劈下去是白的。好，那怎么分辨真伪？因为中国大陆很多东西是作假。哦，茯苓那个这个来的时候一桶一桶木头的，好，打开来它切好片，拿起来看，真正的正茯苓，拿到灯光上面一看，可以看到里面金的纹路。哦，金的纹金膜金的纹路很多金。那如果说是面粉皮做的，好，它的面粉皮啊，好烤干以后很像茯苓啊，白的白的面粉，你拿起来你以为是茯苓，一煮下去面疙瘩，哦，结果呢，你拿起来就没有筋，很坏，好，很坏，所以说诸位买茯苓的时候到药房里拿起来，结束，哦，还骗不了你，味肝淡，它的味是肝淡，不是很强，肝淡入气分啊，好，好肝味肝性平。我们利水的药，利小便的药，好，最好就是茯苓。所以，我们茯苓几乎
我用很多很多，我用的量很大，好，用的量很大。经方里面很多地方都有用到茯苓，好，茯苓。一般来说，你看这个利尿剂，老师这个利尿剂的话，一般口渴了你还利尿，不是口更渴，你错了。这个茯苓不但利尿，还口生津止渴，中药就是这样子好，因为它皮是黑的，黑白相间的，它不但利尿还补肾，好，还可以好，所以可以滋补都有功能，所以它口焦舌干呐、啊，能够利小便，好，安魂养神，好。你看那个山猪很少对吧？神明那个出面你把它关起来，它逃出去，否则山猪很脾气很好，它不会随便乱攻击你，就让它吃啊，啊吃茯苓，好安魂养神，好。那你看山猪有没有水肿嘛？哈、哦，你看哈、哦，你看茯苓是利水行痰，好行痰，好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遇到水肿，这个水肿，不管你是下半身积水、肚子鼓胀的腹水、身上的积水，都会想到用茯苓，好，因为茯苓是肝胆，好肝胆胜利。肝胆胜利嘛，啊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那个啊五味草甘味，哦，那这个别露呢，它止消渴好睡，好、哦、消渴的意思就是说喝一杯水，好、哦、就小一杯小便小一杯，好、哦、你挡不住，好、哦、消渴，所以我治疗我用茯苓用的最多，糖尿病人口渴的时候我们用茯苓，还有呢心动悸的时候，动悸我们会用茯苓，因为它是利水的，好、哦。好，那真泉呢？开胃止呕，好恶心。好，我们的苓桂疏肝汤，我们经方也会介绍苓桂疏肝汤，茯苓，好，白首摆第一个。好，它主肺痿，肺用好，这个肺痿就萎缩掉了。那我们茯苓是色白入肺，好，色白入肺又有黑色在里面，所以它滋补的效果非常好。好，那好，这诸位看这个耗骨，泻膀胱热，益脾胃，对不对？好，生肌奔豚。好，那药蒸。就是日本的经方家，好东洞吉义这个高手啊，我就看他们写的书，真的厉害啊，日本真的厉害，啊真的厉害，我们要大家就是很不得不让我佩服，啊，这个徐灵台说这个的药蒸说主剂治剂有没有，润润精涕，老师啊奇怪我这个怎么没事人肌肉那边跳来跳去，眼皮那边跳来跳去，对不对？相面说的是上左右上下对跳幅跳货啊什么，那眼皮不但跳也受不了啊，茯苓。好，皮下有积水就是茯苓，好肉，好跳动，好，它能够最重要就是补脾生津化痰利水，所有的痰饮的病，痰饮，这个光是一个痰就牵扯到咳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利水排水，啊，止咳。那处方呢？你看轻重，如果说你开三钱，好重症的，平常一般我的体格你开三钱，比我小一点的。好，开两钱，更小的 baby 开一钱，那体格大的积水的，你可以用一两都没有关系，啊，二两三两都用上去，因为你知道这个药要利，你要把它尿要利出来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大剂的使用，好。那至于说它这个白练啊、胃地榆啊、雄黄、秦椒、鳖角，好，蓟米、醋酸物啊，病人肾虚、小便滞留或不清，好，都少用。那这个禁忌呢，中药。很多地方有禁忌，特殊的禁忌，特别的我们才这种好，不需要什么禁忌，你看他需要你就给他，不用去担心那个禁忌的问题，好，好，这个吴克潜他就说了，茯苓能行气和缓，有没有利水不伤正气，所以我们要找一些排水的药而不伤正气，西药呢排水利掉了，人元气也伤到了，好，那著名的方剂像茯苓半夏汤啊，好这种。好，能够治胃虚弱啊，好，茯苓四逆汤，这个经方里面都会提到，这里我们就大家看一下，好，看一下就可以了，我们不做深入的解释哈。那个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啊，好，这个治那个奔豚啊，哈，太阳汗后奔豚，这将来在《伤寒论》在介绍的时候哈，哦，都会介绍，他们会跟诸位讲释的解释的很清楚，好，这茯苓用了很多。那附录呢，好，我们有一种赤茯苓。切下来的时候打开来，哎，老师，它你说是白的，这个不是，这是红的，里面是粉红色，哦，好像红萝卜一样，好粉红色，哦，那功能是一样的，好，那红色的游轮利窍，哦，行水都可以用，好，都可以用，啊，膀胱湿热通通可以用。我们讲只要讲到湿热，比如你膀胱里面发炎或尿道炎呐，啊，就是湿热，好，小便痛都是湿热，好，哦，那它你看，所以说茯苓皮呢。好，黑色的也可以用，好，主力水道开机，好，这种都可以用。
好，唐龙参，好，对，讲的简单，言简而要。他说得木之气，又能疏土，因为他得松木嘛，好，松树的木，又能在土下面，所以能化气行水。好，所以我们当脾脏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茯苓。因此我们在治疗肝病、肝癌、肝硬化，好，还有脾脏、胰脏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茯苓会用的很多。还有肾脏里面小便排不出来，都会使用到茯苓。好，茯苓。这个第99，好，叫做鱼皮。啊，又叫做另外一个名称呢，又叫鱼白，白皮，啊，就是鱼素，它里面皮把它扒开了，里面白色的东西拿出来，啊，叫鱼白皮。那到处都有，这个也是很普遍哈，啊，它的取白的皮入药，专治利水道一样，好，啊，利水道出邪气，好，啊，那是利水消肿的药，好，啊，当你在开处方的时候，它是性甘，啊，味甘性平，滑利无毒。你可以，老师，我开了茯苓，我可不可以用鱼皮？当然可以啊，你可以放在一起。那这两味药，你说两个老师两个都是利水道的，都是这样，有没有冲突？不会冲突啊，哦。那如果我们硬要去说这个差别在哪里，你可以看中医，可以中药可以以易得。如果这个人呢是皮肤上全身水肿，整个皮上面都是肿，那皮水啊，哦，你是用鱼白皮可能会比茯苓来得好。好，但是如果是肚子鼓胀或下焦，是因为脾脏功能不好了，你用茯苓会比鱼白皮好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想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五皮饮嘛？哈，拿着各种生姜皮啊，好，什么皮什么茯苓皮啊，什么好，各种皮药的皮，把它放在一起煮，好，能够利水消主治，有没有？为利水消肿的药，好，排水的药，好，那很多呢，像是排水的药，像是那个。身体里面有积水的时候，水排不掉，好，治喘，好。一般来说，全身进了水肿的时候，因为毛孔呼吸不是很好，这个时候因为积水了嘛，这个时候就靠肺在呼吸，所以病人都会走两步就会喘得很厉害，好，喘得很厉害。我们有很好的药，吃下去好，全身哇，那个散出来，那个可以让两个礼拜瘦的。20-30磅，为什么？因为水都积在里面排掉了嘛，好，水都排掉了，好，中药是绝对是正确的，好，诸位记得，你将来你们临床的时候，一定要晓得中药是最正确的，只是你看你怎么用而已，好，第100，好，100，这个酸枣，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叫酸枣仁，好，酸枣仁，好，那这些呢，很多这个大。指的大果实比较大的，我们叫酸枣仁入药。好，酸枣仁呢，为什么叫酸？因为它味道就是酸的。好，哦，好，你只要看到仁剂，就知道如果你多吃，它就会下利，因为里面有油。好，酸枣仁。那这个药因为味道是酸的，酸的是它有收敛的功能，所以一个人表虚，如果是发汗。不止好，或者是心情啊，这个心里这个啊，这个很急躁，好，我们可以收敛，好，烦心，我们就可以收敛的时候，当你看到这个病人需要收敛的药，酸味的药都是收敛的药，好，收敛的药，所以我们虚烦不得眠，好，我们酸枣仁汤也是治疗失眠很好的使用的一个方剂，好，是酸枣仁汤，好，那因为它入肝嘛，哈，酸味的入肝，所以说。这个能够滋肝养精，好，抽筋啊什么，好，它能够滋肝养精，好，好，它的禁忌，因为它是主收敛，所以当你在攻下排的时候，不要用酸枣仁，因为它是收敛嘛，好，有时有湿邪热者，好，比如说正在发肝炎，好，全身发黄怎么样，你在清热的时候，好，你就不要去开那个酸枣仁，剂量呢，1钱、3钱、4钱都没有关系，好，酸枣仁。第101，好，这叫做黄柏，这样叫柏木，好，好，这个
你这个薄膜写上去，人家还看不懂，你要叫黄薄。好，黄薄。这个黄薄呢，是也在经方里面被张仲景选用的药啊。那黄薄呢，它主五脏、肠胃中结，就黄疸啊，好下利。黄薄用的非常多，尤其是小便痛、小便刺痛，那黄薄效果很好。好，膀胱的热、肾脏的热，好，肾脏有结石或者是好痛，啊，我们这个三黄汤，我们黄芩、黄连、好黄薄，哦，黄薄的使用非常的广，那也叫做川薄，因为四川产的五个四川好最多，那这个药呢，味苦性寒啊，所以只要是寒凉的药都可以解毒，都可以杀菌，好，都可以这个去热啊。那所以说黄柏呢是除热杀虫的药，好，兼设益阴，它除热以外，它可以滋阴，好，滋补的，有滋补的功能，好，滋补的功能，好，有滋补的功能。所以黄柏呢是很好使用的啊，它这个颜色，这个木那个树木拿起来劈下来的黄柏颜色就是黄的，哦，鲜黄的，很亮，鲜黄的哈。那因为它是寒凉的药，性寒，所以说你看哈，真权说男子阴痿哈及颈上有生疮啊，生疮啊，还有妇女呢，那个月经来的时候下那个一块一块像猪鸡肝一样那个血块啊，反正湿热的疱啊恶疮。通通可以使用，啊，只要是热症，通通可以使用，那这个朱丹溪呢，他有讲这个好，跟知母啊，跟苍竹啊，怎么搭配，好，怎么样子去，比如说为什么可以搭，怎么这样搭配哈？我举个例，比如说黄柏是去热的，苍竹是祛湿的。所以你湿热，它就可以两个药，一个去热，一个去湿，你就放在一起的话，它是不是除湿清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很多阳痿啊，就是湿热哈，就造成这样子哈，那你可以用这个，好，诸如此类的。所以药物的选择呢，就是看它的药性，然后看它的药性。那所以说过去呢，这个南派他们用风水丹，也可以用黄柏啊，用甘草啊，用砂仁啊，哈，把它配起来。这个风水封得住封不住？我告诉你封不住啊！啊，你看我经方，我风水给你看，一封就封住了哈。那在封之前要把火点着再封啊。啊，我们会慢慢会介绍。那这个黄柏对我们来经方在用的时候，只是消去热，好，去里热，我们在使用。好，平常我们的风水我们不会用的，这个力量不够，好，力量不够。好，那这个。102，好，102，这是肝漆。肝漆啊，这个药争议了很久，争议了很久。好，它本身在《神农本草经》里面是无没有毒的啊。这肝漆就是漆树啊，好，这个漆我们有那个这个油漆树，这个树就是本身是这个漆，很毒啊，好，很毒。那摘漆树很轻，那手摸到漆那个漆肝漆啊，手摸几下回来。你刚刚要洗手，不然的话手都皮肤都会刺痛，好像要手要腐蚀掉的感觉。好，那一般都有毒。实际上，好，在《神农本草经》原文里面呢是没有毒的，好，没有毒的。那甘溪呢，它是味道是辛辣温的哈。那过去呢，在采甘溪醋的时候，因为漆的味道很重嘛，你挖出来，你平常你没感觉，你挖出来漆的味道很重，那熏的眼泪鼻这个受不了。就四川人呢，就拿那个蜀椒，因为反正花椒就是蜀就是四川嘛哈，花椒很多，就拿花椒粉，好，脖子那边抹一抹，好，眼睛旁边涂涂，哎，肝气就不容易好进到身体里面去，这是一些他们的经验。好，那这个能够去筋骨、填骨髓，一般我们会使用到肝气，大部分都是在伤科的时候使用，好，伤科的时候使用。那它产地从我国四川、安徽，好，为漆树的枝，好，树脂，好，我们挑他们去挑的时候，自然干的入药，好，这个药很强，好，主活血化瘀、破血，好，破淤血，非常的强哦，好，那肝漆在用的时候，不是说直接就用哦，肝漆的时候我们用它用火去烧，好，肝漆拿出来一块，
那个药房里啪拉出来，因为它都黏在一起嘛，哦，啪拉出来，好像麦芽糖一样拉一块出来，然后那个用瓦罐哈，瓦罐，那个烧热以后没有油啊，对吧？干漆放在上面就好像烤一样，就是瓦片上面这样，让它把那个漆灰烧掉。在制的时候，在烧熟的时候，制的时候那个冒出来的烟是青色的，啊，那个让人家真的受不了。所以你要药房给你干漆做的时候，药房都不想做，哦，他们那边一开始那个棍子、那个石头把它压住，人就逃走了，好，就放在那外面室外一烧，人就逃走了，不然那个青色的烟，哦，啊，很强，好，要泡制过再使用，好，泡制过再使用。那内伤，好，筋骨骨折，好，肋骨断掉啊什么，好，都可以治疗。淤血，好，活血化瘀的力量非常的强，好，那。除这个三虫，就是我们肚子里面的虫啊什么哈，好，那这个非常的好，那这个药是属于菌药啊，那元素呢，连生间接的积带，好，停在身体里面很多，好都没有，淤血呢很久都没有排掉，那个老了成年的淤血，好，成年的淤血，就像我跟诸位讲，百病呢都有瘀啊，这是唐荣川的想法。临床上看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在治病的时候，真的都是到后来都是活血化瘀，好，病人只要开活血化瘀的药，病人病情都会好转。好，那最明显的有淤血的症状，前面我跟诸位讲过了，比如说脚腿的地方皮肤有白，好像肌肤甲错，好，像舌头里面有黑紫点，好，那舌苔呢，舌的形状，这个正常的舌头是这样，如果这个人的舌 外面是像牙齿痕很多的，这都是属于有淤血的。好，淤血的状况，好，我们都可以用活血化瘀的药。好，那再来呢？103，就五加皮。这个五加皮被台湾的药厂拿五加啤酒，就是那五加皮啊，一样的。好，五加啤酒，它的根皮入药，好，陕西，好，根皮入药。那这个为祛风湿、壮筋骨的药，好，也可以泡酒。好，那这个性温无毒。好，那。这个如果说你开处方，五加皮三钱啊什么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一般来说，如果说你没有喝不会喝酒的人，那五加啤酒不能喝啊，你喝了就醉了。这还五加皮还没有到关节，你已经醉了，对。所以你五加皮还是要用，好，生药用在里面，好，皮肤上的啊，这个皮类的东西，它五加皮能够去风湿壮筋骨。所以说阴部的产生一些湿疹脓疮，我们非常多的药都可以治疗阴部的湿疹脓疮，诸位呢都可以选用它，好，但是要记得它的寒热。那五加皮呢是温性的药，所以一般遇到寒症的时候使用。那很多像蛇床子啊是什么去湿热的药，好，它寒药，那你就要用蛇床子啊，两个是反的，诸如此类，好。哦。好，那你泡酒可以啊，好，泡酒，那就这个有酒鬼就可以喝了，好，好，那这个104，好，这个蔓荆石，好，蔓荆石也就是蔓荆子嘛，好，石，那这个呢，主要的也是这个收风凉血，中药很多药，你在看《神农本草经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，老师他很多的治疗的功能都重复了。重复的原因好，是因为它的性味不一样。你看蔓荆石，它味苦辛，好，苦味辛味，它微寒，但是收风凉血的药。那如果这个人没有风，或者是这个人血很热，好，你不要再去开那个蔓荆子，好，蔓荆子，好，它是辛微寒。那能够利九窍，好，利九窍，通利这个全身的关节，好，那蔓荆石啊。很多松节啊，很多东西，诸位呢有一个概念就好了。真正我们的经方在用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这样用的。好，经方在用的时候，好，所以有个概念。如果你少掉那个药，我说，哎，这个你可以把蔓荆石拿进来。如果临场现场那个药房没有这个药，好，你可以拿这个药进来取代它。好，所以但是唐荣川呢讲的最好，蔓荆石的这个呢气非常的烈，因为气就烈，就是说你闻的味道很强。好。为心而气发散，而直非常的轻，直轻的药呢，通通入头部，所以散头部的痛，头部的风，头痛啊，好好这个头风啊，好这种，我们可以用蔓荆子，好蔓荆子，这是跟他们有点区分开来，
比如我们用关节的药，用关节的药；头痛的药，我们用蔓荆子。啊，当然我们有很多药都可以治疗头痛啊，蔓荆子是一个。好，再来呢，105这个辛夷也是我们常常会用到的一个处方药。好，辛夷呢，辛夷花，它是花类的。好，你写辛夷，你还是知道了，你不用去特别说是花，辛夷就是拿花。好，那一般来说2000就够了。像严重的鼻窦炎，你可以开到3000。那我看老外的时候，老外体格大，我都是3000起跳的。花就已经很气了，3000就很多了。我都是3000起跳，有的时候开到3000还是不通，开4000还是不通，开5000，啊，它才通，诸如此类。还有一些我们用喷鼻药进去，啊，诸如此类。那辛夷呢是通关利解，尤其是开鼻子。好，开鼻子。哎，味辛，辛味的药呢，就主散。好，五脏身体，寒风头脑。好，面条啊，生那个青春痘。好，就好，那它这个味道是辛味的。好，看84页。好，辛夷呢，生阳至上的药药，头脑各病，任何的鼻子的病都可以使用辛夷花。好，辛夷花。这个辛夷在处方药的时候，在用的时候，诸位呢可以跟菖蒲好混在一起。我们最常用的啊，辛夷啊加菖蒲，这两个配合在一起，啊，菖蒲啊。那如果要更强，加苍术啊。为什么要加苍术？啊，诸位记得，苍术除了开胃以外，苍术是那颗同的本草，根是白术。上最顶端的树枝，那个枝叶是苍术，所以苍术呢祛湿，好祛湿。所以你如果利用辛夷的辛香发散，辛味的药发散的药，你发散了以后，那个湿还在那边吗？并没有出来。你开苍术进去收起来，开菖蒲往下倒，好把它倒到，菖蒲是湿菖蒲九节的嘛，它下水的力量很强，能够菖蒲也是能够开心。利窍的一种药，所以我们这三个药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几乎无任何的鼻窦炎、鼻蓄脓啊都可以治疗的。好，那在这个三个药的时候，它只有祛湿，还有去开窍，它没有分寒热。好，那现在有一个人呢，老师，我鼻水不断的流出来都是白色的水，每天流那个白色的水，又不是痰流出来，白色的水，一直讲这个白水，就代表是肺里面是寒的。你可以同样的药，你可以加点干姜啊、炙甘草，让它去它的肺寒。那如果说他的鼻涕是粘稠很黄的，你可以同样的药加点去肺热的药，比如杏仁啊、麦门冬啊什么好去痰的药，半夏啊，好诸如此类，蓝心天蓝心呢，好去就方子就出来了，好，那治鼻子的药很简单，好，那你说老师，如果他过来，我们针灸先下合谷对不对？合谷再完扎迎香，迎香下完他就通，鼻子已经通了，好，那你再给他针这个，再给他吃这个药，那你如果说再强点，他鼻子还更严重，喷药嘛。我们的那个消食凡士散有没有用那个麝香凡士散？抱歉，麝香凡士散，那个麝香喷进去的时候无孔不入。我们待会儿介绍到麝香，那配合白矾石、枯矾石的时候，辛香开窍的力量很大。好，外用内服再针灸，怎么会不好？整夜把你整出来，对不对？你需要开刀吗？不需要。你们知道鼻窦炎怎么开刀？他把你嘴巴拉起来，从里面开进去，然后清出来。很多人清完的时候，在恢复一个两个礼拜在医院里面恢复的时候，鼻子就塞了。好，没有用，但是你开完刀，我们再去处方的时候更麻烦了。处方这个刚刚效率就不强了，你就变成要加一些活血化瘀的药，啊，比如我们刚刚讲的肝气啊，你等于是被他刀子砍了一样嘛，啊，不是内伤，好，加些川穹啊、丹皮啊，啊，到开不会好的啦，因为肺开就在鼻嘛，这个肺在管这个鼻子的问题，你在鼻子你在治疗鼻窦炎，在治疗鼻子，那个肺没有去治疗，怎么会好呢？哦，所以叫你的敌人去开就好了，哦，对吧？不要自己人不要开啊，哦！你讨厌的人，啊，开刀中药没效，那就去开啊。那，哦，开完刀以后你怎么开刀了？我跟你开玩笑了，你怎么去开了？真的开了，那么听我的话，啊，哦，这个我整得很简单，也不是我开的，是西医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所以你要讨厌这个人，把他推到西医那边去，他们会想办法把他做掉，嗯，就一定会把他做掉。对，不做掉他怎么证明他是对的？好。那这个辛夷花，唐龙川，你看辛夷花在树梢
哦，他的性生得非常的快，而为心散，所以能够散脑鼻之间的风寒。好，那心形花非常好用，这用了很多，好、哦、用了很多，因为鼻子的问题很多啊、哦，真的是，尤其那个美国花粉热，一个春天花粉热，我就一直在卖心形花，一大堆人进来啊、哦，哇，做的药一直往北美送，北方人很多嘛，每一个都在打喷嚏咳嗽，通通是啊、哦，这个，所以我们会，你看我们会有三九汉唐那个鼻咽丸跟那个一种是寒湿的，有没有一种是湿热的？其实这三个药是一样的。不管你寒湿都使用，因为它是心江开窍，哦，那你说老师那个心江开窍，如果我没有消食，我没有这个色香烦食啊，我用心形花这个昏倒，鼻子塞住昏倒，你也可以喷它，当然可以喷它，外用嘛，因为它辣的嘛，所以你那个喷下去，老师我实在都没有东西，胡椒可以喷，也喷下去了，能够把它救回来，对不对？你胡椒辛香发散的嘛，都有效啊，打个这个喷嚏算什么？啊、哦，你有没有听过人家死掉因为胡椒跑到鼻子里面去喷嚏打太多死掉？没有嘛，急救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你的武器，哦，要反应要快。事情来的时候，大家也会当医生。有事情发生了，你要越来越冷静，哦，冷静才可以看得出来病人怎么样子。哦，这种都是只要记得辛香发散，对不对？哎，黑胡椒不是辛香发散，味道那么重，气很厚，它是入血分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撒到牛排上很好吃啊，它入血分嘛。但是你如果喷到鼻子，老师他鼻子是气分啊，无所谓的啦，都很急救嘛，好，喷下去，好，你要这样子知道我怎么区分的嘛，好，所以你只要闻到味道比较重的，就是气比较厚的；味道比较薄的，气比较薄，好，气比较薄，好，那很简单，气就是肺啊，哦，血就是心脏嘛，好，这样子就分出来了，好，分出来了，再来。啊、哦，伤寄生，有的人呢就写我伤上寄生，伤处上面寄生的，哦，那伤上寄生，哪那么麻烦？伤寄生，哦，伤寄生，啊、哦，那这个伤寄生呢，哦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必须要到很多这个同样的寄生的植物是一样的，但是它采伤处上的寄生，采别的树的寄生没有这个伤处那么好。好，我们有桑飘萧，所以桑树上面采两个东西，桑飘萧待会也会介绍掉，那是螳螂哈的在上面结的那个窝，哦，那个茧有没有？好，那个很补啊，哦，那把那窝跟它烤一烤吃啊，哦，都是补肾的、壮阳的哈，哦。还有桑寄生，好，桑寄生那个是，好，那个我刚刚讲的是桑飘萧，这个是桑寄生啊，哦，后面会介绍桑飘萧。那桑寄生呢，它什么时候用？好，哦。也是明目的，好，也是滋补的药，好，它主治，好，补肝坚肾，好，坚筋骨，好，补肝壮肾的，好，腰背强痛的，好，都可以使用。为什么要，好，桑树上？你看，我把螳螂穿的找出来给你看，螳螂穿解释的最好。它别的树上没有效，没好，这个神农大夫一定要。这个寄生在桑树上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桑的性，好，桑者木中之精，好，木里面的精，好，那它寄生附之，它桑寄生得到精和木之间的坚气，好，而且它根不沾土，因为你寄生在树枝、树梢上面，它根不再碰到土气，它是感风气而生，就风吹到而生，好，没有碰到土气，所以它是清散风木的药。那风是什么？肝脏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很好用，很好使用啊。那个词叫这个附木而生，像肝，好，像胆，像胆附肝，好，那个胃又酸苦，因为胆汁拿出来是苦味的，又酸又苦的胆汁，好，所以说胆的方面呢，都可以使用桑寄生，好，桑寄生，好，它得木火之味，因为胃酸苦，酸是木，苦是火，好，它所以能清肝胆之火，通三胆，好，能够通三焦的网，好，好，所以说它这个唐龙禅解释了以后呢。诸位有更好的概念，说什么时候可以用桑寄生，啊，现在举例给你听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桑寄生呢，它是味苦性平的，啊，这个药是酸味的药，啊，酸味的药，酸是不是主收敛？主收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如果遇到病人是胆结石，好，老师你怎么知道他胆结石？很简单啦。胆结石点有压痛点，这个地方痛，晚上11点到1点，好，半夜12点钟子时的时候，
那个美国的吸血鬼起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痛，然后也耳朵的胆点痛，都可以知道是胆结石。胆结石的时候，你不能用双位收敛啊，你用上帝身，它收得更紧，对不对？这是不能用。但是胆发炎呢，你压胆石点没有痛点，但是它胆发炎哈，并且有点黄，大便好不是很好，消化不是很好啊，痛的胆的位置上可以看到肝脏的炎呢，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它。因为收泻，它这个酸味没错是收敛，但它能够泻，啊、哦，它能够清这个，啊、哦，胃苦，苦主什么泻有没有苦味的主泻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桑寄生我们用的也很多，最常使用的就是肝病方面的，好、哦，肝病方面的，好、哦，所以所有的肝病啊、哦，比如说我们的遇到肝癌肝硬化的。我们要疏肝的哈，我们所谓疏肝就是木要疏嘛哈，木太郁闷太郁的时候，长得太茂密的时候哈，这个肝就生病了。好，所以木呢，中医的观念里面，木要疏导它，啊，要疏导它。那这个桑寄生呢，它是秉风气而生的，啊，这个树吹回来，那个为什么我们树要有风？因为树你太密的时候，风大风来，你看台风来把树枝很多打掉了没有？那然后树就长得更好。那真的它的动作是，这是自然的修剪的家。那个植物学家呢，这树太密，他就先剪掉，他不能等到风来吹，对吧？他就先剪掉。所以树一定要常常剪，它果尤其果树剪了它才会长得很好。好，那大自然就是那个。